大家好，我是蓝波老师，为你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《油桐做客》，这是属于桐花舞蹈里面的伸展哦。好好学好第一课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身体获得充分的延展。加油！第一首歌。好，为你示范的是这首歌曲的第一个部分，一共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双手向右边交叉两次，一次，两次，然后呈九十度向空中旋转，握紧手。相反一样交叉两次，一次，两次，呈九十度向空中握紧，向下拉，速度加快，一次，两次，手向空中拉回来，一次。两次，手在空中拉回来，节奏做顺，这就是完成的第一步。第二部分，双手打开，从你的面前划过去，右手轻松划过去，换左边，一样的动作，双手打开，轻松划过去。好，重复的动作到第二次的时候变成四个分隔，用力撞四次，一二三四，换边一样撞四次，一二三四，接下来感觉满天飞舞的雪花向上延伸，换边再一次。好，想象仿佛它长了翅膀一样从空中降下来， 1, 2, 3, 4，也是四次， 1, 2, 3, 4。 好，串联起来就是手划过去，右手边，左手边。好，手肘撞四次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飞舞的雪花空中，一次延展，再换一边，一次。好，最后面长翅膀的雪花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整个大段重复两次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。双手向上打开，雪花如雪峰的向飞下来，然后向外延展一次。好，双手从上面下来，一样的向外一次，相反边。好，接下来双手在你的胸前像摇篮一样，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，慢慢再上来，右边左边右边，在胸口画一个圆形，然后像捧一朵花一样飞到空中。 OK， 再重复一次，双手打开，然后往下滑，雪花飘落下来了，满地的雪花。好，再一次，雪花飘下来了，换边，满地的雪花。好，像摇篮一般，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，慢慢上来，在你的胸前画一个圆形，捧着一朵很多的雪花往上升。这个就是第三部分，副歌的部分。